天灵之圣母高公第一波张母龙。叫风波的风云变色，已经担心龙天挺身而出，一将直取朱文胜门，挥手点落江旗，风烛无凶，愤怒动怒。文宏天以大干之策，有失不能之威。有轮追，请官来报。哦，孙凯，替我。哼，我叫一刀，好、哦，天行之棍。江西之交，绝代勇将，在刘仲郎无不叹为观止。我强悍的锐利，金龙狼的实力，可是深可求。文宏天，金无挽回一的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就在此时，我将我的一个高手，也同时来告现场。公主尊驾，请应请。老大哥，你敢需要剑极端？此人料事如门，之极不可饶恕。来吧，就在相逢一触即发之时，天子忽见昏海汹涌，一道悄然奇妙，星风来告。朔风寒，冰月高，不及照孤城。天有形，地无将，亲手斩空一剑扫，心亦逍遥。是天将，一想插手，谁敢当君宏天？就不怪天将无客气了。宏天逍遥，有何遗憾？黄昏石边山河动，人道无形闻急风。不问谁堪人中龙，一夜天下叹苍穹。是急如无松，真好。就在此时，八龙开刀，来得再现武功。世事如棋，乾坤不测，巧尽英雄啊！在，这是我单腿救兵。这是经纶一妖书，欢天真心地贪水，三秀玉之手折得万中，文情感欢，欢天真心玉之手所为，一切功名贪人。欢天，是未够连你而来救救，是未够欢天龙前来为你争功位。这摆有救了，公主。既然正道两代栋梁，该为君宏天以玉立经而来。应宋卿在此，请尊驾暂时聆听。是啦，老大哥，就算看在一爷叔的面子上，卖见冲动好吗？哼，君宏天，你无力之计，我就听你有何解释。如果你的答复无法令我满意，就是欢天玉逍遥两人替你背书，如闻上下也要奉旨甘休。可以，将你的用意说来。其实玉立经乃是我文宏天的亲生儿子。